中华职棒在2024年进入大外援时代，各队继续念的李多慧旋风后，今年陆续补强李雅英、南明珍、李浩珍、边和绿、李丹飞、安之轩、Mingo、赵娟洲等多位韩援。不过除了这几位超人气女神外，还有哪些遗珠呢？有韩国啦啦队界 IU 之称，南韩职棒三星狮队啦啦队长崔红啦，169公分加上童颜，一直以来在球迷间有着极高的讨论度，近日被捕捉到观战 PLG 职篮年度总冠军赛，台钢雄鹰安之轩闺蜜，也是潜水员 FC 足球队啦啦队员的金泰林，接受台湾媒体采访，表示台湾球赛气氛很棒，透露有机会希望能加入啦啦队应援行列。不难看出，中职大外援时代未完待续，2024上半年即将结束，还有哪些宝藏外援还未被发掘呢？欢迎留言给我们吧。你还在牙咧牙咧吗？最新迷音神曲《麻辣糖葫芦》席卷各大社群平台，但真正辣的糖葫芦，你有看过吗？선배마라탕사주세요그래가자선배혹시탕후루도같이뭐탕후루도그럼제가선배마음에탕탕후루후루탕탕탕후루루루루탕탕후루후루내마음이단단단단탕탕후루후루탕탕탕후루루루루탕탕후루후루마라탕탕탕탕후루루루루선배마라탕사주세요그래가자선배혹시탕후루도같이뭐탕후루도그럼제가선배마음에탕탕후루후루탕탕탕후루루루루탕탕후루후루내마음이단단단단뭐탕후루도悍将在5月25、26两日前进大巨蛋，举办悍将中学主题日，接连两天的赛事，除了最精彩的比赛，富邦 Angels 也热力应援，韩籍啦啦队女神李雅英也难得接力开唱，首次在台应援开金嗓，超甜音色 Q 唱 Go Stronger， 获得现场球迷一片欢呼声，超可爱的画面，小编要重播100次。釜山女神李浩珍也和其他 Angels 嗨唱蓝色旋风，富邦音乐课老师韩婷都下不了课。
队女星们挑战 Energy 16吨，始祖是她踩高跟超狂。最伤男团 Energy 合体回归大爆轰，40岁大叔们16吨超级耗体力。网络也带动 Challenge 挑战。真正始祖是风靡半世纪的流行女皇马丹娜，她在2001年巡演上踩高跟16吨，掀起各种挑战，还被当成减脂操。不过医生也提醒要量力而为，16吨的动作膝关节和髋关节都是在不停屈伸直，可能导致半月板被挤碎。